香的食物吃得怀疑人生。来，把这字给我念出来。勇敢牛牛不怕困难。没吃饭是不是？勇敢牛牛不怕困难。勇敢牛牛不怕困难。好。既然你不怕困难的话，那你就吃香香的食物。香香的食物，这个可以。香香的香肠。这种香肠是我最讨厌吃的香肠了，全都是面。你懂啥呀？这种香肠就是要吃面的，但凡有点肉，它都不好吃。啊、真的假的？给你50，吃不吃？不吃。60，80，哎，100，吃。就是这种学校门口的感觉。我丝毫没有看出来你哪里不爱吃了。我真不爱吃，真难吃。到账了吗？转了转了。Later。来，送你一朵绿色的香花。这啥表情？多香！我最讨厌香菜了。赶紧拿走拿走，放这儿。吃了我给你200，不吃你倒贴我200。你要记住，你是勇敢牛牛，不怕困难。我不想做勇敢牛牛。直接还留给你炒菜吧，我宁愿倒贴你200。Later。来，网上这是你的最爱，就给你10块，爱吃不吃。5块我都吃，小香菇。还是烤过的。啊，真香、哎呀！早上是多少来着？然后还贴了200，那我今天是得了多少钱？还是亏了？